袂做啊啦，啊，我爱休困啊啦，真诶，心袂静病啦，心带生病，所以佛陀来人间啦，就是要叫咱诶治去心病，心甲心啦，咱伫人间无离开身心诶问题嘛。所以佛陀甲咱解释真多啦，无非就是要互咱呢，哎，看会开，甲这个心门拍会开，所以呢，开咱的心门，是要互咱了解这天地万物间呐，咱的心呢爱真清楚，所以。这个就给咱开始，啊，要悟，或者是要真正去深入去，有法度好了解无？啊，都要看个人咯。那佛陀是真用心来开众生的心门啦，啊，发挥了伊最高呢，哎呀，智慧。想要互咱人人会了解，但是呢，要了解无，这是众生的根基性欲，参差不齐啊。佛陀呢，就爱用这么这多年的时间呐、啊，从小教啊，这个宽卡方便，一直呢，要引导互人人呢。会当知影这因缘果报啊，和大家人呢，伫这个生命有这个辛苦啦，诶，生命安尼呢，伫这个大空间，不管呢，你的因缘是虾米，你啊，出世伫虾米款的家庭，虾米款的父母，虾米款家庭的环境，你呢都爱去。甘愿接受你的爱，把你的心打开，知影这是咱家己过去生中所带来、所结的缘、所带来的业，那会当安尼啦，地因缘果报啦，心外的环境看会开啦，都袂遐尼正有助啦，心呢？都袂遐尼正复杂艰苦吼，啊看开都无代志，所以啊一切为心做，是要苦啊是要乐呢？哦，一群呢福禄寿啊，财主寿拢有啊，但是有满足无满足？企业做遐大，迄、那个贪有止境无？无止境，真正是吼。苦不堪嘛，这呢都是心的问题。那会当主要的灾灵呢，真正去做救人的工作啊，这呢，唔知会当救偌济人，唔只是救别人，佫会当成就家己的福德、福慧，吼、哦，这个福德甲福慧呢，那会当。想修吼，这呢就是干那一点心看不开，所以啊，这个法啦，深深无上大圣意，真正是足深的啦。要安怎讲，大家人才会当头悟呢？实在是啊，爱看人人的根基吼，心门拍会开，才悟会出啦吼。所以啊，必定呢，爱。大慈悲信息不虚，爱相信啊！这个因缘果报嘛吼，咱爱有正信啊，才有法度彼地缘行合一啦。所以咱这个大团体啊，人甲人的中间互相来成就，互相鞭策勉励呢，才会当互相上大道德。菩提路吼，咱过去在哪讲啊？大道德国，伫这个无量义经内底，其实菩萨道呢是一条真大、真直
路啊，无甲咱歹行咧，啊，唔过呢，就是因缘甲咱牵绑着，啊，咱若会当呢，就当一个大团体啦，这个因缘呐，自然呐，就菩提心灵啦，吼，常常讲啊，就力思力，要成就福德的力量。敢那一个人无够，都爱借真侪人的力啦，啊，袂当欠咱一个人的力，所以叫做借力使力吼，那把这个力量推动出去，在人群中啊，这个因缘呐，才会当到成就菩提，和咱走入呢这个角度吼，就是我这个。道理，佛陀既然甲咱开示啦，咱必定咧爱悟甲入，都爱家己哦。所以要行入这条的大路，都爱照定因缘。那会当安尼啦，就安乐人文道理业啊。就是看咱的心嘛，咱的心，那时时的安乐中，都在伫咧讲南非，南非即群的菩萨啦，看因呢，一生话来讲，因是贫穷啦，但是呢，以因的心灵的快乐呢，他就是啊。真正是安贫乐道，因心安得贫宁，那因真快乐，快乐呢？伫这条人间自在的道路，那讲到因我嘛是家己呢，从内心啊都得得快乐起来，因为因安贫乐道啊，这呢就是人品典范，文素流芳啊。不管呢，过偌久偌久的以后，做这大藏经呢，就是有这群呢，在迄个最贫穷的地方，因真快乐呢，真富有呢，伫咧撒播爱的经济，因呢的力量呢，伫咧救人，你想，这是不是？安乐人文道理业呢，所以讲起来，咱人人啊爱会记，咱爱福慧双修，所要求的呢是爱求福甲慧吼。那咱那是要求福慧啦，爱地下用菩提，咱爱甲这个心打开，用爱去付出。安尼呢，身体力行啦，才有法度呢，会当体会到佛陀深深无上大乘的义理哦。心若无拍开，就无法度。所以啊，人人爱先开心门，咱才有法度呢，体悟到佛法的真道理。所以大家人爱多用心哦。